这已经在录了，僵硬。哈喽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喜开开安东，今天和我在一起的是馒头。然后如你所见，今天呢我们要用罗娘小物去装扮这一棵圣诞树。为什么这个想法呢？是因为我们这个圣诞节呢决定要搞一棵树，便把它装饰起来。然后有一天我就回家拿手机在看怎么装圣诞树，发现它树上基本上有两种东西，一种东西是挂那种小装饰，另外一种是丝带。我想丝带，哪里有丝带，哪里可以搞丝带呢？我就发现作为罗娘我们最不缺的就是丝带。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用各种各样的丝带，以及发箍，以及头饰，以及毛领，以及各种各样奇怪的这个罗娘小物，太可怕了，一起来装饰这一棵圣诞树。来吧来吧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我觉得值得一试。我想想丝带我们都有什么，我们先把丝带都拿过来看看。这种丝绒的一般都是 GM 的丝带，对的，这也是 GM 的，这个特别好看。然后这个是 VM 一个花柄的，嗯，对吧。然后我还有一些这个棕色短的是大衣上面的，哦对。然后这个很好看的也是 GM 的，这是 GM 的，是草绿色的丝绒。然后这两个是朱丽叶的一个小的腰带。主要我现在在日本啊，我这个罗装大军不在我手边，不然的话我有很多更多的丝带，但是现在只有这些。嗯嗯，我觉得挺投入的。我觉得先用亮色，我觉得这个腰带特别好看。对，这几个这边有几个腰带是蓝绿色系，我觉得特别搭。可以，我觉得整体的色调还是比较搭的。对，就这一坨。对，然后这一坨都是蓝绿色，所以感觉还挺好看的。对，加上这个蓝的，对，刚卸下来的这个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我们其实颜色还挺统一，还可以。对，行，那我们来试试吧。因为又不能剪，对，不能破坏型造型。我再看一下能不能这一根吧，能够系出来多少根蝴蝶结？主要是 JM 的丝带大部分都是单面的，所以，单面的就比较不好弄。怎么绑蝴蝶结？罗娘最不缺的不就是蝴蝶结的技能吗？我其实两个，不要问我，因为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绑蝴蝶结，非常的慌，迷惑，特别想把它剪了。馒头，哎，这样好看，真的吗？哎，就是一个结，然后一段，然后再一个结，再一段，这样的感觉。哇，但是你知道单面的这个要打出蝴蝶结真的好难，要把翻过来才能翻。对，因为它主要是不能剪，不能按这种正常的这个罗裙打蝴蝶结的方式吧。简直是对我的极大的挑战。我是用系鞋带的方式打的蝴蝶结。等等，好像给他戴了一个小围脖一样。那头上应该要不就是一根那个大蝴蝶结怎么样？那这个我就是 baby 那个 baby 那个，这个、哦、这个或者这个，哎，这个很像那个星星，对吧？对吧？哎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完美。怎么把它弄上？用线或用绳都行。这里需要一个哦。哦，优秀。太棒！哇，这个真的很香，很棒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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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毛没毛。对，请大家注意，我们的圣诞树只有一面，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材料做立体圣诞树。
个只有一面的圣诞树，简直了好吗？只能靠墙放的圣诞树。就是我们搞完第一层腰带之后的样子，真的可以，正面看还可以。哇，那么可爱！哇，那么可爱。对，然后开始加装饰吧，加一些蝴蝶结，那 K C 什么东西，特别好看。这个放在这个蓝色的啊，哇，这一下子就是一个感觉了。我们可以就是把颜色相近的。哦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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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个紫色的，我们这个圣诞树反正挂特别不结实，应该一碰就贵，一碰就贵，一碰就贵。绿色，哎，绿色啊，好看！对对，我们下面就是这种植物，植物。哇，我们有这么东西的吗？好可怕，太可爱了。哇，哎呦，这个好漂亮。天哪，这本来是什么呀？这是发夹，是那个 TC 的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要用一些耳钉。天哪，因为正好这种坠坠的，我觉得这还挺有那种、可以可以，那种感觉的。我试一下。好看，好看。哒哒哒！哇，这就是我们的圣诞树，太棒了，简直！其实还真的挺不错的。哦，这个比预想的还要，挺厉害的。我觉得这个颜色的渐变特别好看。对对对，还好我们硕果仅存的丝带的颜色都还挺搭配。对，基本都是冷色系。对对对，然后就要渐变下来，加一个粉色的上面。我觉得这个特别像一般圣诞树上面那个星星，真的特别像。然后就吊着这些小花花，加的小花花，然后吊着吊坠，我觉得效果都非常好。哇，这个耳环的吊坠实在效果太好了，真的是，完就是为了圣诞树，这就是圣诞树的吧？喂，对，真的，哇，特别棒。哦，好棒，好棒。好的，非常满意。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的罗娘小物圣诞树。哇！对，然后我们待会儿把它拆下来，摇一摇就可以下来了。摇一摇，对，摇一摇，全部都好。所以这个屏幕前的罗娘，如果这个圣诞节想要装饰一个圣诞树的话，不妨从自己的裙子下手。对对 对, 对，然后还有小物，还有 KC， 还有耳坠。所以，好的，那么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。